近期楼价上升乏力，个别二线屋苑更乍现低价买卖。大围金丝花园一房单位，新近以约385万元售出，为项目逾一年首度失守四球。市场消息指出，上述为一期私座低层四室，实用面积约270方尺，原以420万元放售，最后减价35万元成交，尺价约14259元。原业主为投资者，单位于2004年购入价约66万元。资料显示，去年11月该盘一个实用面积约266方尺单位，以约370万元转售。粉岭花都广场亦录跌价。世纪21期风黎树森表示，屋苑一座高层私室两房户，实用面积约413方尺。六月初放盘叫价约603万元。其后购入元朗村屋单位，需加快换楼，最后减价至约548万元沽出，尺价约13269元。近日屋苑一个同类型高层两房户以563万元售出，相比下数日间已跌价约15万元。此外，中原温思雁表示，马湾珀丽湾13座高层依室两房户，实用面积约537方尺，成交价约688万元，尺价约12812元。原业主于2018年8月以约658万元买入，持货满3年辣椒松绑沽货，账面仅赚约30万元或约5%，扣除洗费等开支，料平手离场。